老板坐在门口，不见兔子不放鹰。10点钟了，快卸完了。走了，装过去了，24公里，半个小时。丽水是个好地方啊，可惜没空啊。大凉山隧道，看来这个隧道刚刚通不久啊。涉嫌超限。哇塞，这个隧道蛮长的，不能小看了，厉害厉害。这个隧道一挖，还不知道都挖出去多少石头的。哦哟，终于快要出来了。哦吼，继续行驶2公里，青田走起。石浦大桥，330国道温收线。这个330国道我不了解啊，但是我估计跟104一样的历史都是蛮悠久的了。继续行驶10公里，路边上的这些树啊，有的比我们年纪都大的。漂亮，这才是绿水青山啊！哇哦，
顶上了，你看人家这个4米2多给力啊，装这么高，等他装完啊，等他装完再帮我装，装货了，装这个休闲。还好。还有10个，还有10个，拉下来是吧？啊？你得上过来的，马上就到了。哦，好好好好。这里面还有接近3米的位置。哎，已经12:13，1点半了。刚才是12:30装好的，还有10箱货等到现在才送来。装好了准备要走了，他说还有尾款不能打。等钱打了才能走，哎，搞死人了！到京东去装货要2个，走高速还要2个小时。那个货不装完，后面又不敢配，搞死人了！你先让我走，你先让我走。他说到街上去存钱。你货在我车上，我他你不钱不到位，我不给你卸不就行了吗？你让我赶紧去装货，他到街上居然去存钱，存到什么时候？哎呀，啊，老板坐在门口，不见兔子不放蝇啊！2点钟了，再见再见再见。出发，全程130公里，大约需要1小时52分。700米后左转，往丽水、温州方向。100米后到达十番收费站。过收费站后，立即靠左行驶。靠左行驶。
经是下午2:01了，上高速了，往丽水。沿 G1513 温丽高速行驶112公里，中途不出主路。前方靠左沿主路行驶，当前车速86，限速80，请减速。出隧道后有限速80拍照。900米处有限速80拍照。当前车速80。进入隧道。过收费站后，立即向右前方进入右转专用道。143.45块，这么贵呀！前方向右前方行驶。搞货了，水性填缝剂，已经4:30了。这个第二票货装完了，时间太晚了，来不及了。本来刚才还有好多小零蛋的，现在基本上都没有了。如果不在那边耽个一个半小时的话，肯定能带一票走。算了，不带了，休息一下就回去了。等会儿从这里啊上沪昆，走杭州绕城，再转长生青山下，然后走104，走104，然后还是走那个长兴北上到那个宜兴，哎，那个收费站叫什么？下，上一次走了一下，比这个宜兴收费站便宜好像。然后下面慢慢的走省道，再过江到泰兴，明天在泰兴卸完，到我们如皋苏浙大市场卸刚才装的那个货。然后再去厂里装货。好了，今天晚上不用那么紧张了啊，想睡觉就睡觉啊，反正明天时间很充裕啊，两票货轻轻松松啊。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拜拜。